那我们承诺说这个地区要做到不缺水、不限水，那这是我们对桃园的啊大桃园地区民众的一个承诺。那我在去年啊，我记得我来这里四次啊，那我们部长啊、处长啊、主委大家啊都来无数次啊，那么大家都很辛苦。那虽然很辛苦，最后呢还是要限水，还是要限水啊。那这个变身啊赛道，那所以我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苦啊，我认为啊新的院长。新的葛鹏，我们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去年有承诺了几项大工程。那我今天本来我想这个工程已经完成再来看，但我这几天还是也在检讨这过去一年的政策的时候，那一直想到这个地方，想到桃园，说如果桃园我们没有把它做好啊，未来啊这个新的院长可能还要受这个罢免。对过去一年来大家的协助跟辛苦，我表示感谢。我也学到很多东西，好像义重礼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。现在也可以告诉人家，说什么叫义重礼啊？这个人生是不断的学习啊。今后我也走向一段学习之路啊。希望能够倾听这个土地跟人民的声音，学习更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因为水本来都是用的，对啊。